Hey guys, I'm Christian Kostov.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ll at Singer 2019. You can watch it on Mango TV International app. Every Friday night at 10 o'clock, I will be there with you. See you. Bye bye.真人新男团的上到歌手，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因为小众音乐经常是游离在这些主流音乐之外的，他们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也许能够打破小众音乐呢无法融入大众平台的一个魔咒。对于男团来说，他们每一个都是独唱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达成这个重唱的效果，这个是非常大非常大的挑战。是大灾难，我现在都练崩溃了。来，莫比，就你们每一个人就唱安静的时候，我知道上面已经快疯了，听不到你们的主轴。今天回去以后，我觉得咱们得要重新调整了。歌，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的练到自己满意为止。大陆那块，但我们不确定的是，我们这种音乐形式会不会被观众所接受。哇哦，这好震人。恭喜 BB 老师，感觉特别骄傲，太棒了，恭喜深入人心男团踢馆成功，就是一颗大炸弹了。这个舞台应该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呈现一个多元啊。深入人心男团恰恰证明了歌手在今年更大的一个高度性。第一个进入总决赛的歌手是深入人心男团。哦 ,OK。我们到歌手最大的收获就是在这个舞台上跟前辈们学习。在这过程当中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美声音乐剧深得人心。千万次想对你说，不再沉默，不想永远的擦肩而过。这个世界缺了一颗看着我，不管会怎样结果，想要大声对你说，不再沉默，陪你走遍世界的角落。现在深入人心两个人是双云组合，双云对，俩人是同班同学同寝室，两人彼此评价一下对方。首先班长先说吧。太嘚瑟了。我觉得班长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火。嘎子哥是记词困难户。哦，记不了词儿，特别困难，因为老吗？啊，记忆力衰退了，是不是这样？我跟嘎子哥在唱《Ruby Free》的时候，他应该是我回头眺望月光下的海浪，是他唱，他我回头眺望，忘什么了？忘了，直接看着我。这是大舅当班长，是祭祀困难户老。其实我唱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一看忘词了，我把那一句唱完了，然后那哥们儿看着我。观众以为是他忘词儿了，这种甩锅的方式厉害的啊！厉害啊！啊，对。那云龙参加完这个节目之后呢，人气飙升啊，被称为是音乐剧的王子。不敢唱歌的时候，这个表情特别的生动丰富，说像光头强啊。哦，有有有有有。这个还真像哎，
三星堆，然后吴彦祖、金城武、余文乐、贺、啊、云龙，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像谁？其实我觉得就是三星堆跟关东强结合一下，然后再戴个假发，其实就最像。谁有九十年代的歌？我是2010年的，我很少听。他是70年代的，他不愿意出来的。然后不是，刚才你说的是老，所以他一直要证明自个儿90后，就是这个道理。你心里的歌单是什么？就是校园民谣的。民谣，校园民谣第一首让大家知道的，恨不得那就同桌了你了，是吧？同桌的你，对。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头发盘起？谁为你做的嫁衣？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们，有了当年的热血。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哎，好汉歌蔡成玉可以，男高音，男高音。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参北斗啊，嘿嘿一碗粥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有点高了，注意音准啊。小蔡是98年的。上海音乐学院也是男高音，他是被称为深入人心当中的最佳首席搭档。因为我搭档过很多的就是首席的哥哥们，然后基本上跟我搭档就可能上首席。深入人心这个节目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来节目之前，很多时候在演出看一些歌剧也好，看一些交响乐也好，基本上都是自己圈内人，台下观众可能第二天就在台上演，今天演的这个演员第二天又在台下看。但是参加完节目之后，就是因为在微博上有好多人私信我说会因为看了深入人心这个节目而去买一张歌剧或者音乐剧的票。哎呦，这个是有贡献了。黑夜的沉默，让每一缕思绪彻底释放，把感觉放在心里。我是刘欢，我是齐豫，我是杨坤，我是吴青峰，我是张欣。I'm Christian Costa。渴望，亦可及。